对明白，啊，对不对是对不对是对不对，是，我知道他那个了，青金确石实产量不够你的父母啊。对啊，我知道我们等下呢要购买，等第二阶段又换等第二的，阶所段以对。确实比较快。来呀来呀，来来呀！供不应求，我砍你！我破洞，我破洞，我破洞，我破洞！我们什么人有绿宝不先挖？哎，我们先撤，先撤，先撤！第二阶段喽，第二阶段喽！哎，怎么没带剑？我快看，我看见，快快走，快走吧！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，我先回来一下。快快快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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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剑，还没剑，他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啊，烂东西！对啊，我铁镐快断了，有人可以送一把铁镐给我吗？好，我去给你。哎、欸、有家里有个人，哎、欸，原来了原来了，还有哎，哎提高，剩一滴，谢，确实，想困我啊，工资，需要更多的青金石，等等我，哦，工资有点够买要购买，直接用购买了，大老板，我去换，啊，我肚子饿，来来来，芳妮来，芳妮你在哪？我在家，在家门口。谢谢。黄金，我可以挖黄金哦。五个黄金可以换两个青金石。谢谢。对，那我可以挖黄金。祖师庙，你间谍呢？有，我在挖，我在挖。祖师庙会饿吗？我有一点。你有什么？你有？我有一点饿。你要吗？你要吃花？不要花，谢谢你。送花是怎样？送花，上道哦。啊，那我回去挖金石。不要抢铁矿，要铁跟我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生气生气。对，箱子有很多铁哦，箱子。我想抢煤矿可以吗？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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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经验拿去。我可以抢煤矿吗？拿去啊，拿去啊，自己挖。那你们先打一下。那你可以借我一个经验值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今天挖，我看你那个木稿是怎么挖的，比我们快哈哈。尽量抢啊！我看你木稿可以挖几个啊？嗯，多一点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给你。有人来了吗？没有。原来是小白号出动了，再见。你做个铁镐箱子就60个铁，然后在那边木镐挖。有没有灵魂碎片？我想要画一个冷却加速。灵魂碎片，爸爸有几个？好像有箱子，灵魂箱子有三个。哎，等一下啊，这箱子我放箱子，旁边有一个小白木要挖下来。铁矿洞里面这个五个。好，我先就把它换成青金石了。哎，灵魂来了，赶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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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。哎，小白出来，小白出来。哎，够不够换？哎、欸，出征小白二号，他怎么又上来了？哎、欸，高伟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怎么那么多？哎、欸，队友吗？没队友，我的小白二号快死了。你自己要冲的，退回来，退回来，退回来，没事，他走，他走，他走。小白表示哇，小白难过，小白难过，小白要变三号了。本就青金石没有没有，没有小白二十还在，有别人在挖，我只是来放姐姐而已。哎、欸，蚂蚁蚂蚁，要不要那个锋利剑？箱子里有，哦、有锋二，有锋三，自己选。耶，好。弄音可以拿另一把。那、啊、怎么做尖刺？然后我就要帮大家嗨起来。有人来，有人来，有人来！哎、欸，家里干走，干走，干走！家里有人来，家里，家里，家里，来！我拿风势，哎呀，被挖了，被挖了，输了，输了，没事，一下而已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还有树蝶，这个又是滑鼠有问题的。哎、欸，你的马，你的马，有人在打你的马！你的小白八号，你的小白八号要死了！我帮你保护了，保护了。我先把它牵回家了，再见。小心啊，箱子里面有铁，箱子里面有铁。谁在那边不拿箱子的铁？我说很多次。不要，再多一点。说过很多次了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我这个没空。气死人。没空就直接挖，不要抢铁。啊，对不起。不要飞一点，不要全挖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得玩，欢迎欢迎，等得上来吗？失败，失败要接受惩罚。你家的小白有点挡路啊！你失败了，真的吗？没办法，小白在外面会有点危险。小黄鸡吗？你骑着它就不会有危险了。对
是骑着他跑的。没有，你骑着他，他快死的时候，你就用技能啊，他就会回满血。不，我在两条命。喂、啊。OK， 好。附魔。去死！下去。啊，对，有千金石吗？青金石，我这里，拿去。箱子里面有一些，好，要过，我拿箱子的，感谢。我不弹啊，弹失败就要死哦。想要一个青金石，弹失败了，我看到了。耶，你人好。去死！下一条命。再弹。弹这个有什么困难？他们一直想要用那个弹来我们家。然后弹失败了，我就把他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弹失败了，原来这个是一个测验自己弹跳的，没错。巨罗山有用吗？哎，刚买。哎，有人在打黄金洞，有人在打黄金洞，来了。啊，没事，他快死了。哎，好像不行，我要死了。你举着，来了，有人干掉他了，啊，你也死了。可是我死了，没关系。你不是举着，他破你盾。嗯，他不准。嗯，大刀。哇，你东西是不是都消失了？你的东西全都变煤炭了。啊？都变煤炭了。有箱子，有一些装备啊。哎、哦欸，有那个效率式的铁镐。对啊，镐子就好了，其他没拆。嗯。啊，钱呢？钱不见了是不是？有58个绿宝，绿宝有拿到。对，好。在箱子在这个木桶你拿。有人从城门叠方块过来到中间塔哦。黄金就没看到了，黄金。那等一下我那个结束不要看到抽奖了。还有一组多，好像三组的黄金哦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一直在叠啊？有没有神圣火之类的啊？本机箱子有那个灵魂碎片。一直叠啊！被加速啊，没关系啊。都怕你会摔伤哎、欸。那我看看黄金还可以买什么。过来，我想跟你交朋友。来，哎、欸，不要跳啊！你怎么跳了？啊，我不会跳，完蛋了。哇！输了！哇！我被笑了，我被笑了。嗯，在弄旁边一点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家。回去。哦，死了。不要进房子。从上面来的哦，我怀疑本机，让我们进去。这好好玩啊！我打掉了。你们怎么了？他把结界放在那个附魔台前面，挡住出入口啊！你可以把那结界打掉。我把砍掉了。你不能打卡下班。他怎么？哦，有我千金石，我剩一颗给你。赌，我就不赌。我把我吸回去了给你。对啊，你要铁，我要强铁。铁吗？这里。对啊，我感到。哎，没中。射不到。啊，怎么都是烂东西？火焰保护是啥呢？啊，我睡哦，这个。怎么能射啦？十字弩。我去。给力啊！去放发光，好，中就可以离开的，感觉还要再两下。是这里，中你发光，哎呦，哇，跳上来，空中，嗯，不是，我以为我算，哦，原来这是短哦，哦，他们从这边然后短过来啊，我不帮他们短来破坏。上面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有一个到我们家的。啊！小心！是啊，到我们家的。去附个魔。我让他们以为。还想挖？史莱姆方块还在。还想挖？然后就叠死，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聪明呢。奇怪，这不是可以弹的吗？怎么不行呢？奇怪，是我没踩好吗？他反省自己。哎，铁矿洞后面。家里有人，铁矿洞后面。他在找洞砖。看你能爬多高，赶快下去啊！深海
猪不跳，不跳就去死。刷个石板砖。哦，这煤炭挖好快哦，今天好多啊。他跑回去了。可以帮我敷一把剑。剑吗？剑。手机用的。有人在打架。第三阶段喽。百战百胜。中间有敌人。先去中间。他双刀流，感觉很强。先打。城墙外有一个，城墙外有一个。我来，有人往家里面弹进去了。这煤炭挖不完啊！中间技能，炸炸炸！中间炸！我来了，小白二世出来了。人在打在我们头上！你快跑！你小心！我跑不掉！哇！我这燃烧二，我等炸他们，我炸他们！炸！对不起，没事，冲啊！真的吗？冲啊！破盾！烧爆你！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成真了。不，马上起来！轰炸！马上！马上要死！轰炸！快死没了！青青死！没有青青死！没有！完成了，他们完成了，他们。我没打中啊！副手不是拿青青死。没有啊，刚是要放技能，挖掘姐姐用的。嗯，他要开姐姐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要贡献给我青青死才对啊。哇！啊，他借我这哟！我来去挖青金石好，感觉大家都很缺。没有，你挖黄金，然后直接换。哦，诺伊，你要冲了吗？没有哎。没有。哎呦，你要帅气的冲！哎，诺伊，来这里，我们去冲他们的那个，他们的煤炭。右边。我变孤狼了，等等啊！你等下，你不要过来！他怎么了？我是孤狼。哇，弄音师不知道、啊。这个是小电池呢，我刚刚偷了一。没有，我是孤狼，我变孤狼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在他们人很多的地方，我要撤逃了。哎、欸，我的马不见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完了。哎、欸，我的马呢？弄音这里很危险哦。三套不见了。我三套不见了。三套不见了，三套，哇，他没答应，偷，诺伊，你是不是不行了？我死掉了，哇，他们太多人了，他们三四个，走一，带你来到危险地方，没关系，他们有在可疑交易，没关系，兄弟，要不要来一瓶蛮牛啊？蛮牛，小心，哎，我。等一下，好急！怎么？你好，不小心狂射了。怎么了？叔，来一个蛮牛怎么样啊？蛮牛冲啊，冲啊！你们，我们前线应该冲了。蛮牛。来一组黄金。喝了。那吸收我的能量。黄金这里。天哪！有没有感受到？哇，好痛！要死了！你们人不在啊！有人被换职业了。细条条，我被骗了。他们被换了。给你蛮牛，你跑太快了。你们不是要冲吗？饿了蛮牛剩下三颗，五颗星。那你还要吗？我还有一个蛮牛。你怎么那么多？麼麼多我还有蛮牛大亨。里面还有衣服吗？衣服。我是保护三的。行啊。我衣服给你。感谢。我好多煤炭哦。刺死他们！我告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先去。小白试准备好了。怎么倒是？刚刚三不见了。三不见了。给你吗？哦，三不见了。我刚刚好像才打掉一只。哎、欸，是。为什么要打小白？是你为什么要打掉我的？听到了一个，我不是在三，我是在冷的消息。噔噔噔噔噔。原来是自己人，他是我们的小宠物哎、欸，是没法，可怜的三号，他都还来不及长大，三号才出现大概5分钟而已吧，太短了，他的寿命是，你要跟三号道歉吧，走走走。爸爸冲啊！冲！上面有在丢东西，不要紧啊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
原来，你真的有冲啊！冲啊！我在你后面，要不要来先来一瓶蓝牛啊？给你。我有，我有。你有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那个，我买点吃的。那我还是不要打他了。啊，那毒你了，我把他拆掉，我把他拆掉了。破他盾。那个 CD 要打呀，别拉！啊，我的神啊！你的四四没了。牛牛，牛牛，牛啊牛啊！牛啊！城墙外有一只，太慌了，太慌了！跳起来，跳着走，跳着走。跳会晃到地上。我觉得我好像在跳舞。快！哎呦！地牛在中间，我们可以去打他。地牛！哎，不要！阿纪，我看到你也是晃的。很晃，很晃。你真的晃。